朋友是配音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小姐，为什么你讲的是中文哈？你在讲垃圾话吗？之后呢，我们就被你们殖民了，混蛋！在这里烧杀掳掠，还传染疾病，死了一大堆同胞啊！之后还拍影片，害我们只能讲中文呢、啊。风中起源弄马戏安内吗？你知道吗？像我们原住民可是特别注重环保的。那像你们这些平地人呢、啊，打熊就是为了壮阳药啊！我就跟你说过了嘛，原味就是阳味了嘛。你们有没有环保意识啊？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你不能玩哦，这个是我妈妈的东西。小傻瓜。看来今天是个划船的好日子。抱着康丁，什么？你又藏了什么东西？没有，你看错了。你骗谁？我明明就看到了。你藏了男人啊！我的妈妈咪呀，好帅！先不要讲哎。抱着康丁，听我讲。我相信这个就是真爱啊！他这么帅。又这么负责，又你们两个不会有结果的。我相信他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丈夫，我们一定会幸福的，相信我。各位同胞，我的二女儿结婚啦，跟一个金毛狮王结婚啦，大家是否要庆祝一下？我要准备小米酒，可以好好庆祝一下大家。各位，好好吃喝吧！我在此发誓。三天后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宝箱大帝，五分钟解释一下，好不好啊？你走开！我对你妹妹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么妹妹说的，那是因为她要解释一下怎么人。你在说废话吗？听我说，是真的。我不听，我要走。被我抓到了吼！宝箱康帝，我相信你不会做这样的事。你终于原谅我了，我真的上你妹，对不起，我真有错。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不会再劈腿了，相信我。妈，告诉你，我应该不能相信你的这个混账。